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诡异的奇幻短片《完美的红鲷鱼料理》。阴暗的房间里摆放着成堆的化学器皿，百无聊赖的厨师躺在桌子上睡着大觉。突然，一只女人的手伸了进来，疯狂地晃动着旁边的铃铛。被吵醒的厨师拿到了女人塞进来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她需要的菜单：完美的红鲷鱼料理。厨师对此感到有点奇怪，他看了看外面点餐的女人，他决定接受这个看起来奇怪的任务。 接下来就是做菜前的准备工作，每一道菜都必须用心去烹饪，所以厨师写下了满页的做菜公式和工序。他一定要让这道菜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红鲷鱼，无论是在刀工还是蔬菜的水分成熟度上，都必须精确到一丝一毫，甚至连铁板的温度，他亲自用双手去测试，然后尝一尝被烤焦的手皮。嗯，这个温度刚刚好，焦而不糊，甚是入味呢。鱼终于在合适的温度上了烤架，每一份佐料和配菜都需要用尺子测量完美，再进行装盘。 终于大功告成了，这就是完美的红鲷鱼料理了。可是不完美的事情发生了，厨师一个踉跄没端稳，完美的红鲷鱼料理和大地亲密接触，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。这可是倾注了完美主义者手皮的一道菜呀！看着厨师的表情，他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。要知道，完美主义者最爱的就是跟自己较劲儿。他迅速的开始了第二次的料理制作，和之前的每一道步骤一样，不能有一点差错。好了，又一道完美的红鲷鱼诞生了，把菜放入烤箱开始计时。 接下来就是酱汁环节了，酱汁可是一道菜的灵魂，更得好好对待。桌子上的化学器皿就派上了用场，精确再精确，美味。可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了，厨师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断了手指，他没有在意这个小问题，直接果断的把手指往后一扔。刚好烤箱的时间也到了，厨师用放大镜小心翼翼的进行配菜，每个配菜摆放的位置也是很有学问的。现在就只差一个鱼眼珠了，只需要用滴管滴一个足够圆润的水珠。 进鱼的眼眶，可事与愿违。厨师打了个喷嚏，一个没拿稳，地管直直的插进了鱼眼眶里。这下厨师彻底崩溃了。下一秒，他就挖下了自己的眼珠，疯狂的想按进那条红鲷鱼的眼眶里。可这大小明显不一样啊，这怎么可能做到呢？过度执着的后果就是完美的红鲷鱼料理又一次毁在了他的手里。没关系，一切重新开始。厨师不相信自己会搞不定一条鱼，制作工序再一次开始重复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。 厨房的门被打开，地上躺着服务员的尸体。厨师全身破破烂烂的，踉跄着走了出来。桌子旁坐着的是等待料理，却等到浑身结满蜘蛛网的客人。厨师不甘心自己的杰作没人欣赏，费尽全身的力气从客人手里夺过叉子，想要品尝一下他花了几十年才做出的这道完美红鲷鱼料理。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。他和客人呈对称姿势，一起死在了餐桌上。追求完美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可过分执着伤的还是自己。 我们应该学着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才能让自己更加接近完美。好了，今天的剧集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做最真实的自己哦。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，让迷妹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。下期见了。